好，第一根线穿平这个切断这个刀口啊，以这里为基准开始计米的，然后把当前长度清零，现在是16.5米，然后点一下，第一次点一下这个切线按钮，把头剥了皮先，啊，然后再按复位送线出来，啊，然后这个已经是有这种屏蔽线了，然后就不要插这个孔了，就挂后面闸子。剪完前端后端剥皮，然后这里就会把线再抽出来，尾巴把皮后面的皮剥了，松这里，好，然后这里已经剥好，自动送出来了，再按复位挂线的回到原点，再拉过来挂好启动就行了。